明星金城武，很多人看过他拍戏，看过他唱歌，你看过他私底下的模样吗？为宣传电影《赤壁》，那么金城武今天来到台湾，但是大明星一落地，整个机场闹哄哄的。这个媒体记者为了拍摄最好的角度，现场吵了起来，只看到这位大明星当场劝架，当起了和事佬，也让大家意外拍到了他私底下的一面。戴着墨镜，挂着微笑，超级帅气的金城武终于又来到台湾了，只是媒体记者为了拍他吵了起来。就连金城武都看不下去，连忙站出来当和事佬。两位老兄啊，看在金城武的面子上，别吵了吧。眼见怎么劝都没有用，金城武只好保持巨星般的微笑，虽然看起来有些尴尬，毕竟这次来台只是为了电影宣传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谁叫金城武久久才来一次，记者把握机会争相抢拍，才会擦枪走火。好，东森新闻黄启栋、郭淑静、郝宇报道。